乔恩拥有精湛演技、甜美外形，曾参演多部热门电视剧，深受大批观众的喜爱。她于去年与男友 Alan 登记结婚后，今年将演艺事业重心放在中国，也陆续推出多部作品，收获了好口碑。近日，她出演古装仙侠剧《烈焰之舞余记》，官方也公开了角色海报。只见陈乔恩顶着一头淡紫色的长发，身穿同色系的古装，看起来仙气飘飘。不过，海报中的她五官似乎与以往的她有落差，乍看之下根本就认不出，引发了热烈讨论。不少网友好奇陈乔恩是否得罪了造型师，更有人质疑是后期 P 图过度。虽然海报造型引来网友热议，但还是有不少粉丝力挺，相当期待他在剧里的表现。Bye.